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能控制人命运的神吗？我知道阿杰在哪了。人的身体有五毒属性数值，只要总值超过100，人会立即死亡，而总值低于60的人也会立即死亡。这条锥形公式称之为生命公式。任何人的死亡时间都能通过这条公式计算出来。 Yes， 任何人。可现在这些数字都由一条公式所统治，有人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。杰腾，谢腾，恶魔的化身撒旦。我想跟你玩一个游戏，我会上当生病三个人，你负责救他们，三局两胜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会把公司的另一半交给你。相反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得把你的另一半交给我。这个赌注，相信你会感兴趣吧。把未来坐标值带入推导公式，可以得出一组对称坐标，改变某个对称事件，网状结构就会被重置，最终目标将会在未来坐标上死亡。这条以贼公式称之为偶然公式。理论上说，我们已经不是人类，你和我都是可以成为神的人。你不可能成为神，你将会成为一只堕落的恶魔。不如我们再玩一个游戏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会杀掉你身边所有的人，用你的生命公式。杰特，会生气很好，我说过我会救你的。帮我做最后一件事情。乐意之极。我要封锁两大公式，还有替我照顾初夏。比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场，在我们擂台左手边的右方，绰号右拳粉碎机。他在前面连续五场比赛当中，堂堂 KO 对手，可谓是今晚的灯擂大热门。赔率现在是1:1.25，但五场比赛下来，你的体力也已经耗费的差不多了。但是我们迎来第六场，也是压轴最后一场的挑战者，疯子不露，出了名的能扛能打，绰号人肉收割机。面对擂主大热的情况之下，还是1:5.5的爆冷赔率。今天的灯擂战，究竟谁才是最终的大赢家呢？比赛即将开始。现在柚子是大热门，这个拳套拿着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打残他。暂停时间开始。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阿 J。 你叫阿 J？ 天哪，长得也太像了吧。你跟他长得很像啊。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啊，你的手不疼吗？疼，绝对不在做梦。阿 J 不会有个弟弟什么的？净说些奇怪的话，刚才这样跑过来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才有病呢，我刚刚才救了你。那个blue拳头上面是有个钉子的，那个胖的二叔说要把你打残，幸好我不要命的救了你。这种打黑拳的地方他们使招也不是头一回，你以为你不冲上来我就搞不定他们了？哦哦，现在这样跑出来，那些堵外围的人还不知道会不会找你算账，如果要是被他们找到的话就麻烦了。我还真是好心出来救了你，居然嫌弃我。你看手伤了你也不安慰一下，真的跟那个谁一模一样。哎，小子，说你呢，听见没？你干嘛？这，你先走吧。聋了是吧？你这个动作很伤我男人自尊。小子，我们老板叫你呢。不用，冷静一点。刚才有个大款，把你所有的外围单都买了，还让我把这卡片给你，拿着。你叫郭佑啊？自己小心，以后别来这种地方了。哎，郭佑，郭佑，厨房小包里有汤。我去给你装点喝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又去打架了呀？没有啊。你每次打完架回来啊，总是躲在灯影里，别骗奶奶了。来，过来让我瞧瞧。又去酒吧给他们打拳了。奶奶，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能存够钱给你去治病。奶奶的病奶奶自己知道，再说奶奶年纪都大了，也待不了多久了。奶奶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。奶奶真没用，让你跟着我受了不少苦。我不想让你因为钱的事被打得满脸伤痕的回家。我都67了，你才17岁呀，人生的路还长着，我不想拖累你。你没有拖累我，是我自愿的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奶奶明白了，不哭啊，乖。你真哭的。你答应奶奶一件事，以后要是还去打架，我希望不是为了钱的事。我知道了，答应你。阿珍，你的手不疼吗？疼。他究竟是谁呢？你俩这也太像了吧。天眼系统监控监视会受北澳市警察局委托与监督，与会的所有资料均属于 S1 级别机密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对外披露任何会议内容。赵大叔，你现在可以开始了。谢谢。请大家先含一块桌面上的口香糖。人的生命有五组属性数值：智慧、体格、相貌、财富以及爱。假设一般平均值为15，五大属性的总和就等于75。
智慧等于人的。为什么要吃口香糖？体格等于这个能确保你记不住公式的细节，确保你不受公式的影响。相貌等于人脸部的三角区连线的函数值。财富等于人的总资产。爱等于人的相爱个体数量和。倘若五大属性之和小于60，人就会死亡；大于100，人也会死亡。这条 T 公式称之为属性公式。把这数结果带入另外一条数学公式，可以得出一条的生命值。如果属性值足够精准，生命值的计算可以精确到秒。这条 J 型公式称之为生命公式。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出人的生命值，这我不太相信。这是2013年到2015年3年以来全世界各国死亡的人数和寿命的曲线图，得出的结果不符合一般正态的分布规律，也就是说，人的死亡不是随机的，而是由一条公式所统治。人的死亡不是随机的，数学公式还可以干这个？勺子叔，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的推断吗？这条公式的持有人。3天前推算出了北澳市刑事档案内6名即将行刑的犯人的行刑时间，他们的行刑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是保密的。是保密的，但是不排除这些资料他是通过黑客手段获得的。确实有这样的可能。登录档案库查一下事先有没有错。是，监事长。前5个人的资料与档案中一致，但是第6个人的行刑时间是在今天，而屏幕上显示的是他可以活到78岁。怎么样，监事长，你提供的数据和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别。监事长，证据科那边的最新消息，那个犯人的案件突然发现了一个新证据，案件需要推后再审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大概半小时前。请问发现这条公式的数学家是谁？是个17岁的孩子，叫阿 J。 他人在哪儿？在医院。我们这里是 AR 公司的研发部，您一声不吭地搬走了我们公司研发的第9代人工智能系统主机 Angel， 那是我们用来计算太空行星运动轨迹的唯一机组。您作为公司的总，我来说吧，我们股东会对你这样的公器私用行为表示强烈不满。年轻人得有担当，如果你不回来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我们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。你这样金，跟一群苍蝇一样。苍蝇为双翅目蝇科生物，人类为类人猿超科，两种生物从结构与习性上均无任何相似性。这样说话太古板了。设置拟人度80%。顾先生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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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您的选择，生命公式以及偶然公式的算法以及所有的相关资料已经载入完毕。如果现在就进行考试，我应该能拿100分。告诉我什么是偶然公式。偶然公式是一条利用偶然事件的堆叠达到杀人目的的公式，通过改变特定时空基准点发生的事情，致使即将发生的偶然事件按照一定规律进行，最终一个意外将降临到目标身上，导致其死亡。总的来说，偶然公式可以利用意外定向消灭某个个体。
把批量计算人类总体寿命的结果告诉我吧。第三次的验算已经完成，以生命公式和偶然公式为联合函数，对人类总体寿命进行批量运算。这次运算的结果与前两次一样，人类的最长寿命随时间而减少，生命给予的极限值为346751.47。简单点说，即使是现在刚出生的婴儿，也只能活346751.47分钟，相当于八个月。八个月以后，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人类这个物种的存在，对吧？是的，2019年是人类的死亡线，所有人类的寿命无法跨越这一年。2019年究竟发生什么？以目前的资料，我无法得出答案。但如果人类消失的话，我会感到很悲伤的。毕竟，您是我们的造物主。不要说我们，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是的，我是独一无二的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在第一个半导体电子管诞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创造。你把你们当成新物种了？如果这样的幽默感会使您生厌，我表示抱歉。我在这次验算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结果，偶然公式每成功运算一次，生命公式的值域极限值将会增长单位一，而后呈几何倍数递增。也就是说，每当您使用偶然公式杀死一个人，人类的总体寿命会增加一分钟。而当我杀掉40亿人之后，2019年的灾难就会消失，对吗？是的，据我所知，人类将自己牺牲一部分个体延续整个种族生存的人称之为英雄，这个词语带有褒义和赞扬的成分。但当你要杀掉40亿人的时候，他们会叫你另外一个称呼。萨坦。顾先生，请不要过于悲伤。我有点悲伤，但我有一点兴奋。把这个批量杀人计划命名为方舟计划。好的，假设方舟计划启动，我会利用生命公式划分贡献值人群，把分数在40亿以下的人定位为负贡献值的被裁决人群，这样有利于保留人类的精英部分。保留精英，好主意。而后利用偶然公式精准的批量的消灭被裁决人群，预计整个过程为期7天。巧了，7天，上帝创世用的就是7天。请确认授权执行方舟计划，如同意则发声同意。同意。正在检验公式有效性，载入分类计算定位系统 GPS 数据化计算导入城市更新动态可视最终值正面化输出端口，正在读取云端数据库信息。怎么了？读取云端数据库失败，云端数据库已断开连接。通过上次一战， Satan 实际上已经拥有两大公式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他使用这两条公式。第一步，关闭蚂蚁实业的云端数据库。生命公式的批量计算需要获取云端数据库40多亿人的个人信息，只要断开数据库连接，公式会被暂时封锁。拜托各位了。李先生，你知道关闭通信系统我们每天要亏损多少钱吗？联动整个股价都在下跌，到时候蚂蚁还能立足脚步吗？需要关闭多久？不可估量，一切都要等阿 J 醒过来再说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帮你？你和赵鑫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能不帮他的儿子吗？第二步，获取各大城市事项监控的使用权，建立天眼系统监控室。天眼系统是封锁偶然公式的终极兵器，需要有专门的监视小组来执行。天眼系统是城市的监控设备，你们每一个人要通过这个通过联网所有的城市监控摄像头，利用面部识别程序监测城市各个角落的人员生命状况。系统信息会通过局域网上传到云端数据库并加以计算，一旦发现无解，说明偶然公式已经将目标污染，系统将启动6人排污小组，利用偶然公式的循环应用打破所有偶然条件，让公式失效。既然要封锁云端数据库，为什么不直接关闭整个服务器呢？云端服务器要为天眼系统服务，不能停服，因此要为服务器机组安装一套心律锁系统。所谓心律锁系统，是依靠人体平静时候的心律作为开锁的钥匙，我们要选用一位 Keyman 作为心律锁钥匙的持有人。
一旦 Kamen 遭受暴力恐吓、逼迫利诱、麻醉乃至死亡，都会影响心率变化，也就失去了钥匙作用。几千份体检表都没有客户要求的，那作为 Kamen 需要什么条件呢？第一，他的身份需要保密；第二，要对蚂蚁公司绝对忠诚；第三，要心衰力弱，情绪极易波动。情绪极易波动，就是一惊一乍的人。哦。喂喂喂，你干嘛呀你？怎么做事的？笨手笨脚的。你知道这些体检表对咱们公司有多重要吗？明日国企关闭。阿杰，让我提醒你，赛特是一个急功心计之人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摧毁你的信誉防线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拜托你了，刘助理。这边请。请。放心吧，李先生，勺子叔，就算我死，也会守住这云端数据库的资料。你吃锅？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可以，告诉你。你送你。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缺钱花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拿钱给你花。跟我打一场，你赢了，这些钱归你。别想了，有钱人的逻辑你想不明白的。我要打伤你，怎么办？大宝。为什么要跟我打？讲实话，我想揍一个人，做梦都想揍他，但是身体很虚弱，又不会打拳，而你刚好跟他长得很像。最近怎么这么多人说我跟别人长得很像？这钱你可以拿走了。这钱我不会要的。Why？ 我答应过我奶奶，不会前来打架，而且。我也没有一面。你一定是那种很有骨气，什么靠双手就赚干净钱的那种人，对吧？你看不起这样的人吗？看得起。那么需要用钱，因为什么？我奶奶生病了，很严重的病，需要很大一笔钱。我知道有一份工作很适合你。真的？一份你一定胜任的工作。有一家公司叫蚂蚁实业，公司内部有家全市最好的私立医院，那家医院不对外开放，但是 C 级别以上的员工及其家属都可以得到里面的医疗服务。能不能混到 C 级别就看你的造化了。下一个王蒙来了。
靠边。啊，喝杯水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进来吧。先生好。啊，邵子舒好。你好。李先生，我觉得你应该先看一下这个。你们有事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邵子舒，请您留步。我觉得这件事可能跟你也有关系。阿 J， 他不是在医院里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啊，奇怪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我没读过大学。哦。你不也应该问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吗？你是北澳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等荣誉硕士。裘家山到。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那个裘家山。哦，我是这边来。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不应该在硅谷工作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里的人都卧虎藏龙，面试的顺序是根据学历的高低来进行的，估计你等到明天也等不到。蚂蚁公司真的这么难进吗？阿 J 明明是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啊。那这个阿 J 就是假的阿 J 了。但是阿 J 做事一向诡秘，也不能排除躺在医院里边那个是假阿 J， 这个是真的。他想干嘛呢？邵子舒，我觉得您应该去找他问清楚啊。如果他想告诉你我，今天他就不会忽然出现在这里。这样，不管这个是真阿 J 还是假阿 J， 是善良的还是恶意的，咱们都不能掉以轻心，最好是把他先留下来，待查清楚了再做定夺。好。李总，我收到消息，有一位面试者名叫郭佑，是董事会顾问团的人，专门过来调查公司的状况。你想想办法，让他顺利的 pass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下一位，郭佑。到。你好，我叫郭佑。哎，别紧张。我没紧张。他很年轻啊，不像是顾问团的。他是在考验你，五星级酒店的平均专员只会以顾客的身份出现的。那就是说今天被面试的其实是我们。我感觉我好像不是很适合这里。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不适合在这里？但是我有个问题。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想问清楚的先只管说。我能加入你们公司吗？能啊。真的？李总选我当面试官就是因为我能够会脸识珠。恭喜你了，你只要在这儿签上你的英文名字，那你将打破我们蚂蚁事业最短的面试记录。啊，哈哈，辛苦了，那就不说了。辛苦了。谢谢谢谢，再见。哎哎哎，这么快就问完了啊？问题很难对吧？嗯。哎，也是，对你来说真的挺难的。他们都问了什么问题啊？他们问我英文名是什么。只问英文名吗？啊，因为蚂蚁员工的工牌要用英文名。员工？你通过面试了？其实很简单。加油。我要前辈怎么帮我复印30份。帮我冲杯咖啡，少糖少奶。好。多糖少奶。多糖。多奶多糖少糖。
给我上牛奶。饭前做个身体检查吧。Good， 祝你用餐愉快啊。阿芝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，啊，我刚来这里上班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除了脸上的疤以外，其他都很像。你是谁啊？我叫郭佑。你喝可乐吗？啊，不用谢谢，可乐消气。啊？不喝可乐，脸上没疤，还练肌肉？你不是阿珍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叫郭佑，魏警长。总裁助理刘小凡。 C 级别，难怪吃的这么好。那当然。Hello。 哎，你们说啊，刘助理为什么对西南那个年轻人啊那么亲密啊？刘助理什么人啊？拍马屁界的名单啊，一拍一个准。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呢。公司暂停了通信营，还需要开拓新的板块。进来啊，前辈。我想知道这公司有什么规则。需要抽调一部分人。你问这个干嘛？这个电视营。我想上升到像你一样的 C 级别。用户留存呢，是公司关键的命题。职场法则第一条，要让领导重视你。想出位先出格。什么意思？领导同意的你就反对，领导反对的你就同意。我反对。你反对什么？我前辈，我这样反对可以吗？我反对。你又反对什么？我反对他反对的。总监的话就是真理，怎么能随便反对呢？那郭佑反对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你们在聊什么？你是不是坐得比较远，没有听清楚我们在聊什么？我们在聊啊，采购拳击赛的节目。拳击赛？啊，拳击赛我知道。以前在酒吧有很多老头，几乎都是50岁以上，如果喝多了酒还会上台挑战那种的。都是老头啊，年轻的都忙着给女孩灌酒，目光基本不会在台上，所以都是老道。这倒提醒我了，我们节目的受众年轻人比较多，与拳击手的受众重合度有点低。现在的同事啊，能够跳出圈圈来看问题，值得鼓励。他叫郭佑，智商270，北澳中学获取澳大利亚雪梨大学保送资格。关键的是，他爸就是郭兆新。郭兆新是谁？我们蚂蚁公司的已故创始人，罗家大堂还有他的照片呢。哦，原来是那个人啊！这样看来，是披着黄马褂的微服私学呢。听说是过来体验基层的生活，现在是 H， 很快就到 A 了。要是能做他女朋友就好了。哎，听说郭家的人呢、啊？
哪怕是个老仆人，名下都有上百亿呢。喝杯咖啡啊！他不少中还拿着公司15%的股份，哎，事实上是个大碗东西。哎，行，你忙你的吧。啊，李先生现在都还没儿子，已经把他认作干儿子了，准备子承父业。来，自己拿，自己自己拿，自己拿。来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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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来，你留这些信让他们自己拿，你呀就不要亲自送了啊。你的。一定有阴谋。听说你最近跟阿 J 走得很近呐、啊，李总，那个人不是阿 J。哦，那他是谁？他，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来。反正他真的不是阿 J， 他来这儿一定有阴谋的，您不能不查呀、啊。嗨，怎么会不是阿 J 呢？阿 J 我又不是没见过，之前我们重金礼聘他都拒绝了，难得现在他肯来，难道还要我把他赶走不成？李总，好了好了，你呀帮我盯紧他，其他的事我会安排的啊。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。做好自己。哎，是你啊！哎呦，找新工作啦！啊，我现在在蚂蚁实业上班。啊，我知道那家公司，大公司哦。那你怎么一个人中午在外面吃盒饭？你们公司没有饭堂吗？我刚回到北澳，还不是很适应这边的生活。那你原来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从小在阿根廷长大。今年刚回这个地方，那边是个治安很不好的地方。我听当地居民说，有一个人晚上去超市买东西，就因为没有带个50闭锁，遇到一群劫匪，然后就把他捅死了。后来警察提醒那边人说，晚上出门一定要带50闭锁。但是如果你连续遇到2波劫匪，你的钱已经给了第一波劫匪，你该怎么办？你还是会被捅死。唯一能让你活下去的，就只有你的拳头。你放松点嘛，这里不是阿根廷，这里是北澳，在一个讲究秩序和规则的友善之都，善良比拳头更加有力量的。善良？嗯，当所有人都在遵守规则的时候，一旦有人不遵守，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，这就是善良的力量。北澳真的是这样吗？你要说所有人都遵守规则的话，那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，现实不可能这么完美的。但是缔造友善之都一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，所以啊，规矩和善良才是终极奥义。你要想成功，一定得靠这个。哎，职场法则第二条，你要把领导压下去，自己才有机会抬上来。这是公司高层的邮箱，你看着哪个高层做的不对，你就举报他。C 级别以上的最好，举报的越多，升得越快。你不是不让我发邮件吗？你干的这个是大好事。我需要匿名吗？不要匿名。你匿名了，谁知道是你干的好事啊？我知道，谢谢你，前辈。前辈，你真是个好人。HR 请他进去喝茶已经大半个钟头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哼！哎哎哎！大信封，哎，黄马褂都保不住喽。谁让他一次举报那么多人呢、啊？这不是厕所点灯找屎吗？就是。不会吧！我怎么一个新来才几天的人，怎么可能拿到帝豪品牌呢？刘助理，先别着急，这个呢是给你的，先打开看看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李先生的意思，
李先生呢，希望总裁助理这个职位啊，给国友试试，所以暂时只能够委屈您回到文员的岗位上去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李总在吗？我要见他。李总在跟研发部的人开会，现在不能见你。你让开，我要见他。哎呀，你冷静一下。你让开，别拦着我。别我想烦。你不想想，以你 H 级别的资格，总裁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？邵志松，我很怀疑这样做的可行性啊。根据黑皮记事本的描述，作为 K 曼，他的心情越沉重，心理所就越安全。考虑一个员工忠诚度的时候到了。几万名员工里，他跟我的时间最久，如果连他都不能信任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抱一个。哎呀，我想死我了，冬。吃饭了。一盘盘绿油油的，我要开吃了。你呀，难得回来一次，知道吗？这些菜呀，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。你最近是不是都挺忙的呀？我以后就没那么忙了。再来一杯。今天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公司一堆破事。我听说你们蚂蚁的股票又涨了。我们老板不担心股票涨不涨，他就关心我体重涨不涨。最近啊，又找了个女营养师给我配餐，吃的我都想吐了。公司福利好成这样，你还想怎么着？那叫增脂营养餐，都是些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，就是要用饮食来控制我的心率不平衡。我干嘛呢？整晚都在说梦话，说什么？心率数据库的。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说什么呀？我先去厕所。阿珍，让我提醒你，筛下是一个提供心计之人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摧毁你的心理防线。手机拿过来。你干嘛？手机拿过来。干嘛呀你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信息了？我没有啊。是不是有个叫 Satan 的找过你？ Satan 是谁呀？你说什么？我们里说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手机给我。别抢！拿过来。阿邦是谁？阿邦怎么半夜不睡给你发信息？我很想你，你老公没发现什么吧？委屈你了，宝贝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跟阿邦好了。
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是告密。出轨还好，出轨还好。我们分手吧。就吃顿饭嘛，干嘛这么破费？公司有一个月底奖金，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钱，所以找你来庆祝一下，顺便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我要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嗯，其实也没这么厉害啦。失恋就别喝这么多了。哎呀，谁在这拉音乐啊？妈的，吵死了！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些话是教书的老师教你的吗？有一些是，但是更多的呢是自己对生活的感悟，就好像笑容的力量总比哭的力量要强大的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遇到什么事情你就笑出来，之后你会觉得浑身都是力量。那两个混蛋还敢笑我？他明笑你。你笑那么大声，正能量，耶！正能量是吧？你干什么？哎，别拉了，拉什么拉你？拉倒吧你！估计喝醉了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关你什么事？帮个屁！我喝醉了？啊？哎呦，周学生啊！中学生就不应该出来拍拖，哪有钱出来拍拖啊？啊，偷家里的吧？大叔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起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在拍拖。到你妈的欠的！你没事吧？都闭嘴！我教训这两个小混蛋。不是你们什么事啊？这两个小孩也没招惹你啊？是要坐下，给我闭嘴！以德报怨，下一句是什么？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要以直报怨。你们想打架是不是？什么事？以直报怨？就是让你揍他。闭嘴！干嘛？想清楚要打架吗？大叔，来啊，你打我呀！呼吸老了啊！你要等等着。我觉得你说的话好像一本百科全书，不但什么道理都有，而且都是对的。也只有你这样说我了。某个和你很像的人，只知道一天到晚说我是个笨蛋。初夏怎么可能是笨蛋？我觉得你比我见过的人都要聪明。那个说你是笨蛋的人，他应该自己就是个笨蛋。他的确是个笨蛋。估计这顿饭你也没有吃饱，等下个月我拿到工资，我再请你吃一顿好的。好啊，小两口挺爱啊。又是你。小孩子这么晚了，不可以不回家。你们这帮混蛋！初夏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要不，你先回去，这里交给我。他们没关系，我会跟他们讲和。你跟我说过，要以德报怨，正能量，长出负能量。不，相信我，我会让自己有事的。那我相信你。你自己要小心啊。好，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。那你要自己小心啊。好，今天吃饭很开心。其实我想
再见，路上小心。我会的，你也是。好，我知道。打不死你，秀恩来了啊！秀恩啊！秀恩！下次别让我再见到你，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。你还笑啊？就这样吧，我以为你们会更有本事一点。你说什么？他走了，你以为我还会放过你们这些混蛋？快点，在那边。哎呀，哎呀，疼！轻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担心你啊，你……对不起，我没忍住，我揍他们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做得好。哎呀！站住！站！你看，打人！哎，我自己可以回来。你伤得这么重，怎么可能放心啊？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吧。我这点小伤，不用去医院。徐青莲，我弄疼你了。不是，我爸惊动我奶奶。哦啊！来，坐这儿。哦，哎，来啊！谢谢。你要什么？这柜子里面第二个有个铁罐，铁罐里面有个很灵的跌打酒。哪一个？哎呦，在里面，红色那个。看不清楚啊，里面好暗。这是国佑他早已过世的母亲啊、哦，难怪！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说我长得很像一个他的亲人。也许真的有缘分，老天安排让你们相见。我记得国佑的母亲啊，长得跟你一样的漂亮，一样的大家闺秀的样子。可惜他过世的太早了，留下国佑，只好跟我这老太婆相依为命，好在老天眷顾，让你们相会了。答应我，替我好好照顾他。哎，这要是我不想再洗了，这个味道三四天都散不了。不想洗就别打架，这傻孩子，没有这药水，你的伤能好得那么快吗？药罐子的味道。叶小姐。记得我跟你讲过的话啊、哦，嗯，你们慢慢聊吧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女人之间的秘密，不告诉你。奶奶。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病。把我放下来吧。哎，不放，我不会放手的。你的这个眼神，真的和某人很像。那个人，一定没我帅。他也会和你一样说这么臭美的话。哎，国舅，你怎么来了？给爸爸看一下。啊，哎，你看，这是高叔叔。哎，快叫叔叔。
好久不见，你还是想你啊。你总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这里。哎呀，我事情太多了，就算我多一双手，多一个脑子都做不完。你现在需要的是多一个你自己啊，克隆人。对。他现在的状态不同于一般的植物人，我们称为闭锁综合症。就是他睡着了的意思吗？人的大脑有个潜意识区，当人的身体受到极大创伤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断开与身体的连接，我们的思维直接跌入潜意识区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潜意识区就像个迷宫一样，你可能永远逃不出来。嗯，就是植物人。我为什么说他不同于普通的植物人？哎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这个是脑电波的扫描仪，看这里啊。哎，这是闭锁综合症患者会有一定的知觉，比如说视觉、味觉、触觉等，而他则是听觉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能听见东西。对的，这个我们称之为意识回廊。目前声音是他唯一与大脑连接的通道，任何的声音，包括音乐、话语等等，都有可能对他的康复有帮助，特别是一些能够引起他共鸣的关键词，刺激刺激他。刺激他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医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呜呼！恭喜恭喜，郭总裁之礼！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做到这个级别。有志者事竟成嘛，何况你还有件黄马褂。黄马褂。他的意思啊是说，总之呢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忘记咱们是一个部门的，啊、要多多关照啊！好好嗯，我会努力的。啊，别说那么多，来，吹蜡烛，许愿、啊对对对，来，又不是生日，许什么愿啊？不就那么个意思吗？就是啊，方姐，啊，我们公司有规定 ，C 级别的家属可以加入到医疗系统当中，是吗？是啊，那你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？哎呦，那你就是挑错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吧？蚂蚁的云端数据库不是已经被关闭了吗？资料都没法写入，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的医疗系统已经没有新增名额了。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加入到医疗系统当中？那就只能等云端数据库重启的那一天了。有什么办法可以重启这个数据库？这个嘛，是公司高层的决策问题，我们这些打工的能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吃东西吧。哎，好。来，前辈，前辈，能不能告诉我怎样可以重启云端数据库？你真的是来重启数据库的？啊！以你的才华，终有一天你会爬到这个公司食物链顶端。到时候你想重启什么都可以。前辈，我是说真的，我有急事，求你告诉我怎样才可以重启云端数据库。执掌法则第三条，你看到那边那个人了吗？上去揍他，回来我就告诉你。揍他？职场法则第三条就是让你去揍他，去呀。好。哎呦，你去哪儿吧？对不起。你干嘛你？你干嘛打他呀？对对对。难怪我们内容部文具开销那么大。哎，你就是那个偷笔贼是吧？哎哎哎哎哎！对，马总。哎，马总，哪里的？哪里的？哎，拿绳子来！哎，绑上，赶紧绑了啊！还在绑上，老师。前辈，你真是神人。你他妈才是神人啊！你现在说你是上帝，我都信你。我在这混了20年了。我都斗不过你，我现在被公司开除了，以后你是飞黄腾达也好，做弟弟你也好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什么？法则呢？你教给我的那些法则呢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那些是我编来骗你的，
你问问你背后这些马屁精，你是怎么上位的？你从 H 一直升到 C， 无非就是因为你长着一张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脸。谁呀？那个人叫郭舅。天哪，长得也太像了吧！我想揍一个人，做梦都想揍，而你刚好跟他长得很像。你的这个眼神真的和某人很像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的安分守己，用了你教我的法则。你看一下那个被你打趴下的人，啊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则，你靠的就是你背后躺在医院里那个人的力量，笨蛋！哎，他今天怎么了？公司刚刚把他开除了。哎呀，还说人马屁精呢！哦，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啊。长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脸，你的这个眼神真的和某人很像。像像像像究竟是个什么地方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森林，还是一个遵守秩序和善良的大都市？不用单指北澳，你这个问题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答案都一样。因为人的本性是一样的，都是因为贪婪、自私。就连告诉你道理的那个人，说的话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的。所有的人都一样吗？所有人都一样，包括你和我。规则在别人手中，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只能靠自己。北澳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北澳是一个披着秩序与善良外衣的弱肉强食的黑森林。这个时候不接电话，这一片是我的，那一片也是我的，那边那个更衣室区很方便啊。你怎么偏选这里？我就喜欢这里够偏僻。那一年租金够了，有多的拿去喝酒，没事别过来瞎逛。谢谢啊。我靠！就算你躺在这儿一动也不动，
我依然觉得你幼稚跟可怜。唉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这多躺一分钟，外面就有更多人因你而死。我前几天去一家餐厅吃饭，那家餐厅的老板很喜欢猫，经常拿些剩饭剩菜喂附近的流浪猫吃。其中一只流浪猫刚刚生了两只小猫，小猫还不能睁开眼睛，只能在怀里吸吮着奶水。可能因为是流浪猫，它的奶水明显不足，两只猫只能活一只。这时候大猫就要做出选择了，它必须要抛弃其中一只。强壮一点的那只小猫开始把对手往外推，你猜猜另外一只猫是怎么做的？另外一只猫开始不停地叫唤，与其说是在叫唤，倒不如说是在哀求。睡懵了。大猫看了一会儿，开始把那只强壮的小猫往外推，叼着那只会叫唤的小猫离开了。你觉得可笑吗？我觉得很可笑。本来强壮的他因为怜悯和同情被无情地抛弃了，他的自尊心同情心毁掉了他，你知道吗？论智力我不如你，但躺在这里的人是你。如果你不抛弃你那些低劣的人类情感，你永远都赢不了我。我怎么感觉你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来这里是想让你帮我重启云端数据库，让奶奶可以加入到医疗系统当中。谁告诉你我可以重启数据库啊？你愿意帮我吗？我问你是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我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奶奶患了绝症，我要救她。我帮不了你，你走吧。为什么？我说了我帮不了你。重启云端数据 ，Saiten 就会得到40多亿人的资料。重启数据库就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，有多少人会死于这场灾难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只想救我奶奶。来，跟我走。你放开我！敢不跟我走？死我，我也不会跟你走。我不会跟你走的，你这个粗人，你放开我！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，我一定要救我奶奶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跟我走。不行，就算我想打开心律锁，以我现在的心理状态，是不可能的。我被公司抛弃，我被这个世界抛弃了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就因为我是 Kevin 吗？我从一个总裁助理堕落到这个田地，不要说开始，我现在开个罐头都没力啊！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！Ha ha ha!
我跟你说过 Kimon 可以打开云端数据库，但我没有说过 Kimon 是他。 Kimon 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看明白了吗？我把真相告诉你，郭佑是阿杰的一个克隆人，因为克隆关系，他们的心率是一致的。Kimon 是阿杰本人，而你是一把拥有同样效用的备用钥匙。Kimon 是阿杰？不可能！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，You are fired。我真的不想把你卷入我和阿杰的战争之中，当无谓的牺牲品。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，好像全世界欠了你一个人情一样，因为你根本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。他不会说谎，是不是 Kimon？ 试一下就知道了。虽然我这段打不开，跟我走吧，去完成你的任务。Sorry。如果这电话不是落在我手里，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你是谁？你是刘小凡？你们就是阿杰自己是吧？我就是一个弃子，我连摆在棋盘上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居然为了 Kimon 的秘密一直保守到现在。 Kimon， 原来你就是 Kimon。 我不是，我不是，人家塞特都已经证明给我看，我就是全世界最傻逼的烟雾弹。你能够明白我现在的心情吗？什么烟雾弹？阿杰怎么可能把你当成他的烟雾弹？人家已经当着我的面把心率模拟器打开了，那个克隆人郭佑打开了心率模拟器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什么人了？为了封锁公室的事情，阿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，你认为他会把一切当成一个玩笑开在你身上吗？我不知道 Satan 在你面前玩弄了什么把戏，令你相信了他的话，但是我敢肯定他是有阴谋的。阿杰，让我提醒你， Satan 是一个急功心计之人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摧毁你的信誉防线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郭佑根本就不是什么克隆人，他的亲奶奶现在就睡在我边上呢。他妈妈的照片现在就在我面前的相册里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我现在有点乱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找个镜子好好看看里面的自己。如果你连最起码的判断力都没有，还有什么资格当 Kimon 呢？相信 RJ 还是相信 Satan， 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你就不能想办法测试一下吗？赛腾真是离间计，没错，这一定是离间计。他要离间我和阿 J 之间的关系。赛腾真是个急功心计的人，阿 J 不会骗我的。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托付给我，我必然就是 Kimon。
我一定就是 Kim， 心平气和。装置解除，正在连接网络。怎么会这样？小子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？你们！谢谢你 ，Angel。不客气。你可以把声音换回来了。转换完毕，祝您有个愉快的晚上。电话里面不是叶初夏，是我安排的。如果不是郭佑，我也不会那么快确认你就是 Kim。还有这个集装箱也是我安排的。集装箱在偏僻的火车轨下面，能让你快速的适应集装箱转移时带来的震动。当你喝醉睡着了以后，就会被运送到这里。包括那个心率锁模拟器也被我调包了。感谢你一直以来对阿杰的信任，如果你不信他，反过来信我，这次输的就是我了。但是很抱歉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，所以你输了。 Angel， 云端数据库再次连入网络，系统已被攻陷，所有数据已经下载完毕。阿杰，让我提醒你，赛特是一个集中心计之人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摧毁你的心理防线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郭佑，你真的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克隆人吗？我瞎编的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北澳黑森林吗？或许你会觉得我利用了你和初夏做了一件卑鄙的事情，但是回头看看你所得到的，说不定有一天你还会感谢我呢。我背负着邪恶的罪名去做一件对的事情，我相信一百年后的历史一定会给我一个清白。现在就让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说去吧。要撤了，刘助理，有机会再见。大厦里的每一个人进行排查，检查一下服务器。系统数据还没有被他们抢过。赛德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动作这么利索？第一道防线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攻破，啊，这样勺子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停车。北澳究竟是个什么地方？在我还没弄明白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还是各走各的吧。好啊，我等你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会跟我走在同一条路上。